跟 GK 这种东西的模型，对，一定都知道这一间。门口进来就旁边左右护法，就是索隆跟卢布还在跟你 say hi。我等一下要考他一个问题，你要考我什么？他俩就是杨一天到晚都会考我的。我来，我听得来啊。这是什么？自在极意功，这个是自在极意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对啊。蓝色头发是什么？超赛什么超什么神什么赛亚人超？超级赛亚人之神之超级赛亚人。我怎么是念的很干净？金色头发很长的，然后眉毛超三超三超三，最赛很三啊！超赛很三啊！真的？你不要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出题还是说超级赛亚人之什么啊？哎，那粉红色头发的人，神超。错，他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坏的悟空。你先讲，我刚刚说蓝色头发，我是不是猜得很正确，很接近的。我说超什么神，什么超级赛亚人神，什么超接近。对对对，把说的关键是谁？你连超三都不知道，你还考我？我伟超三是七龙珠三。好，我们先去看模型。我刚刚在看到那个熊，然后旁边搭两个钢铁人都这样。没错，哇，这个很厉害，而且很突兀，旁边是耿鬼，而且他都说很大的，你要说他这边有大也有，有小的也有，到精品他也有。他大的是1:1都有，我们带大家慢慢看，我们先从这边好了。好，这边感觉是海贼王区，而且重点是各位，他除了摆放模型之外，他有些还会摆场景。然后等一下这个就是和之国做的那个日式和风这样子，这个索隆在那边给我。插刀超帅，这里是潮区。你看是四个人吗？我最喜欢是哪区？这个七乌拉区。很完整哎，这边就是那个大妈海贼团跟那个。黑空妈妈，对，就是现在在演的和之国区。这区是蛋糕岛区哎。我往这边看来了。这边应该是四分之一吧？那旁边就是香吉士，这边都超大，超大。这个真的很夸张。这个可以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个大美，就台湾只有限量十尊，然后收起来之后抽选，然后他不是抽选到，他是跟人家收到的，现在就有十尊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厉害厉害。然后接下来是这里很特别，是它是工作室内部版，就是那时候他们没有贩售，工作室自己哦，真的假的？做的。为什么要介绍它？因为工作室都是比较小只，六分之一的，可是老板这一只是四分之一的，所以只有那么大的只有他这边有，这是他特别的地方。然后再往下就是杨说厉害的地方，往下这边问老板。说为什么这只很少量？他说那时候因为大家太多大圆枪了，太多只工作室在出，不知道什么这只就变得很少人买。结果全台湾好像只有几个而已，对，价格就上去了。对对对。可是我喜欢这只香吉士，我也是在看香吉士，而且这种是多突兀嘞，旁边它是 SD 娃娃吧？对 ，SD 娃娃。这里真的性质很广，什么都有。哎，我们往上一下，这个很经典嘞，顶上对决，顶上战争。那我们海贼结束之后，来到火影了。我最喜欢的 Naruto， 老板的火影。Naruto， 身为一个佐助的女人，怎么都没有佐助呢？佐助在旁边。我最喜欢是雏田。大，这个我买了羊，之前超级想要买的，因为它比例太小。哎，对啊，它好小哦。它好小的，它正版授权的，想看它啊。我没有想看他做的很好啊，他做超好的啊，超想买的啊。哎，这个城市虽然感觉像精品，但其实做的很精致，动画那个风格。对，就是很以前那种感觉。什么的？这个是龙母吧？我记得。对啊。这个我不知道。冰与火之歌。啊，这个是1:1的皮卡丘。这个羊要特别讲的，羊刚大惊讶。我大惊讶，因为我跟他比这么大，因为其实我之前原本要买，然后这次因为太贵了，这只好老板要大概10-12万那边买。太贵了，然后这只我那时候看也差不多快10万，幸好那时候没买，不然买我真的完蛋。你就放在门口啊，客厅正中央。我真是傻眼了，不知道它那么大。它真的多，它真的很大，它是超大的，超大。好险没买。啊，我们嗨区要特别介绍。色色区哦，儿童不宜色色区。可以啊，它只是唯美，它没有露点啊，差一点啊。差一点而已，还好。色色区，就是跟大家说自己什么都有。我觉得它这个范围真的很广到，仙剑也有。哎，对，这里就有灵盒。有啊，真的，这是最爱。我这个很想要这个尼禄哎。他谁啊？他死神的尼禄啊，这就是尼禄
很 Q 哎、欸，它小可爱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真的很喜欢的龙卷。可是它是龙卷改过啦、啊。老板说脸有改过，因为新人有改过，我们才想要。老板说原本脸很歪。其实可以买。莱、欸、娜，尊重一下莱娜好不好？哪里在哪里？尊重一下莱娜在那边呢、啊。好，这边就是模型区，我才有非常非常多我没有介绍到，因为这边真的太多，逛不完。太夸张了。整个柜子上面到下面，下面这边都有。想要看仔细，我想要来这边朝圣一下的话，自己来这边在彰化。地址在这里。对，小菜的欧陆餐厅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这里是个餐厅嘛？我们刚刚点了一些东西我们就去餐厅去吧。太奶没错，而且我直接问说要点什么，他只说太奶。老板推荐太奶，太奶直接是太奶。这边很多人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复合式餐厅的。而且它菜单是什么都有，哎，它连小孩的东西都有。这边很特别，它模型什么都有，然后吃的也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然后这里连那个儿童游戏室都有。嗯，杨哥喜欢太奶。Oh my god！ 哇，爽吗？爽吗？就是太奶的味道。哦，它是韩式炸鸡。嗯，我杨最喜欢吃韩式的东西。韩式。酱汁有入味，你看它酱。我先韩式，他说是韩式，可是它是干的。对，它不是，它是湿的。刚刚吃到那种熟悉的味道，讲不出来，我知道了，科学面的那个蜜汁的那个味道，这个必点。而且它的洋葱吃起来特别上头，脆吗？上头，上头，上头，直接上头了。我们吃饱喝足又回来这里，但我真的超饱的，我肚子要爆炸。这边它的餐点分量真的很大，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小心点，太多了，太满。真的真的，我觉得这边很适合亲子来，很适合来遛小孩。而且这边也好停车，因为门口就一堆车位。这一区不太适合小孩进来，我其他都还蛮适合。小孩可以进来，可是要可能要牵手手。我这边小孩外面玩，大人来这边看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这边基本上可以把小孩自己丢在外面玩。你确定？它外面有围墙，围墙。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到这边，很开心，非常非常满足。就是台湾有这样子的店家，我觉得要多多推广。这里真的是 All Blue， 对，这个地方走进来是让你会开心的地方。对，所以喜欢模型公仔的话，来这边应该都会很开心，会疯掉，没错，真的会疯掉。好啦，这边推荐给大家。来讲一下，这边是彰化的小菜的 All Blue 餐厅，地址在这里。Yeah, 大家有喜欢的话，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来这边，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。好吃的话，也要帮这边评一个 Google 的评分。好啦，喜欢的话呢，记得留言跟我们说。那记得订阅我们三个频道，第一个频道，亲爱的弟弟 ，Sandy 的脑洞 ，Sandy 卡卡主频道。耶，拜拜。没有圣诞，在那个啊。Thank you.
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还有小铃铛。拜拜。